今年就是大扫除时代，所以呢，有些房子要小心买。听说打扫房会涨，扫房房价会跌，然后我们就等着买就好了。有什么为什么要小心买呢？因为在打扫房的时刻，就是有些房子会有一些特殊的反应。好，所有这么多年来，这个趋势很明显，正在打房的当下，房价是打到这个药效没有效果，就像房地合一税没有效果了，才会往上回来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精髓。